入边坐。哇，唔该。文医生，你今次上嚟就系想同我倾翻上次你提过嘅筹款活动。系啊，我哋今次医院咧搞呢个筹款活动咧，目的系想帮助一啲患有食物过敏症嘅病童噶。咁啱我睇报纸，知道何太利咧，依家信上嘅名义成立一个慈善基金。 咁所以我希望今次醫院搞呢個活動咧，能夠得到啊上上嘅慈善基金嘅鼎力支持。如果再加上何太利企出嚟嘅話咧，我相信社會人士嘅反應一定會好踴躍嘅。只不過係怕阻咗何太利啲時間啫。時間係自己決定嘅啫。文醫生，你叫到嘅話，出錢出力我都會。我最希望可以幫到有需要嘅病童。咁我代表醫院喺度多謝何太利先。 其實喺直以嚟，我都好想多謝文醫生你照顧我順順。其實除咗我之外咧，好多人都關心阿順順㗎。何生都有提過想出翻份力。佢有興趣咩？究竟佢知唔知道我哋今次做嘅係針對邊啲兒童㗎？佢當然知道啦。佢係透過佢公司嘅人向我接洽過㗎。咁先前咧，佢已經知道順順咧係有呢個病嘅。佢都想咧對呢啲患有呢種病嘅小朋友做一啲嘢。 佢已經知道順順呢個病，明知道順順有食物過敏症呢個病，都知道啲半年內嘅啫。我記得我冇同佢講過㗎。可能何太利哋一家人成日都見面，咁傾開講過，一時忘記咗，唔出奇啊。祝我啲熱茶嚟啊！熱茶凍咗，冇人。你對我咁好，我都唔知點。 嬲一個人好嘥力，我計過啦，好唔划算。你諗通咗就好啦。其實我之前考慮緊將唔將個消息話俾你知，我怕你會介意。已經唔係咩介唔介意，我依家從頭再嚟過。有咩人幫我，我都會講多謝。我覺得 BCES 個新政策幾好。 希望可以幫到你，就當係我對你嘅補償。由今日開始，我同你之間無湯無芡，到我死嗰日，我哋都冇再見。點解講到咁準？或者有一日我過嚟搶你個仔走咧？搶到先算。講笑啫，我邊有資格？第日。 你會有自己屋企，你好，Sylvia都好，你心機搞好薄某，有冇熱㗎？唔使啦，其實我走。保重啊！你同Sylvia都係。 你同你個 B B 又覺得肚餓又唔想一個人食，咁咪買上嚟一齊食。有啲事咁有興趣啊？哦，Lance，你睇過你以前都有，佢試過借嚟玩，咁我咪叫佢買份翻嚟，等大家得閒打輕鬆下咯。嗯。我又都要同你傾，你嚟得正啊，坐。一路上路傾啦。你食先啦。醫關嗰邊有封會出標新界北邊境消防犬計劃，你唔想知道我點樣部署咧？有需要咩？ 你係老細，我覺得你應該要知道。你嘅，咁講。我知道 Emily 同班何志能一齊，無論何志能係想討好佢，定抑或佢真係良心發現都好，佢一樣會係同 Emily 佢投贊成票，所以即使上面佢反對都係冇用。你想令兩個投贊成票嘅其中一個轉態。係。
Joey 嘅同學家嘅工人打聽過，自從佢死咗之後，Shermer嘅精神狀態好差，狀況就好似 Martin 喺菲律賓俾人綁完架翻嚟之後一樣，佢會變得好多嘢諗，仲成日開始懷疑人添。咁又點啊？信信佢有食物敏感症呢件事係最近先發現，而我都唔知，所以我會利用文醫生令 Shermer 覺得。 何志林佢一早知道信信有呢个病，等你三妹以为何志林睇住佢个仔死亦件事不久。唔止，我仲要上尾认定佢系全心害死信信，目的就系想攞翻何公所有嘅遗产，然后赶上尾出天坤。如果你个三妹真系好似何公咁傻嘅话，佢就会出手对付何志林，而何志林就要被逼对付翻佢。等你二妹觉得何志林有问题。 之后就要企翻喺你三妹嗰边，齐齐投反对票，系嘛？Bingo。其实呢啲嘢你做就得啦，我只需要个结果啫。我系想你了解我做紧啲乜嘢，然后帮我调走就通。你唔想佢喺度会碍事？嗯。OK。我帮你做。我都系唔食，你慢慢。你点啊？ 我终于明白，啲人一讲唔掂数，点解会打交？呢样即系打交可以解决问题。你讲嗰啲系烂世交，系为咗啖气。拳击唔到你讲嗰样嘢嘅，拳击咧好似做生意咁样，唔系输就要赢。我要赢去到尽啊嘛，玩身家，玩人命。当然啦，亦都系最畅快嘅嘢。不过如果对手系你最好嘅朋友。 你就唔会咁畅快讲呢番说话。记得有一年，我为咗争香港拳王金腰带，我应该重锤打低对手，个对手亦都因为我喺拳，浑身不遂。但呢个拳手其实系我最好嘅朋友，所以咁多年我都系个愿望。 如果俾我再嚟过，我宁愿输，都唔出一拳。因为如果要赢，就要伤害一个最好嘅朋友。唉，我连个屈只发牢骚。喂，点啊？玩唔玩啊？玩。 Hello， 北美嘅朋友仔，快啲 follow 北美 TVB USA 官方频道啦！ TVB 精彩节目片段每日更新，随时随地追贴节目同埋艺人嘅消息。